策哥的邮差，面条，你是面条豹吗？杂技机械邮差祭司，救人不好救，这个阵容就属于是什么呢？血线一压，对吧？天下我有，不对，血线一压完成击倒，天下我有。机械师上来打机械师的娃，压血线都行。这把求生者无解，这把求生者无解，面条豹稳赢版啊！不知道是不是面条豹，可能是另外一位叫面条的大神也有可能啊。出蓝电嘛，也行吧。我觉得这个局好像怎么打，抓机械师怎么打都赢了，除非机械师能够六穿这个隐士。突然好想有个封窗啊！突然好想有个封窗，一个蓝电，移形 CD 已经好了，40秒过去，这边他队友切。你真别说，这把我是本来觉得打那个伤害控场非常舒服的，放个娃这里追一刀，好，那这不得拿你娃娃开刀，对吧？我待会儿再领你嘛，追一刀独立刀。大哥，你这个伤害打的，再临过来找杂技，有一点点，这个伤害打的嘛，就感觉有一点点不是特别舒服了。补个蓝电，那他应该是补个蓝电打针对，对，我这边也不能帮忙切。再补一刀，这边的话想放娃扛刀，真可以通过这个娃，你就串个娃不行吗？你串个娃，慢慢串的，补个红电，这通过这个娃把这伤害打下来，待会谁来救人呢？还要补蓝电。好，这里的话一个，哎，可以定住娃也行，打一刀机械师倒地了，通过你的娃，然后再补个红电。他是真的，这不是你对于机械师这么执着的吗？就好想赶紧击倒，也问题有没有呢？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，只是可能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。我就觉得这把抓个机械师，通过这个串联，就一波串下来，然后外面所有人对吧都半血以下，而且呢这边机械师击倒以后，这个人就救不了。啊，想象当中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。现在的话，娃娃拉走去外面起机子，杂技过来是被通缉到的。想压一个过半，两人来救，三人来救，一个圈定住，这边挨刀，机械师我没看清楚有没有挂飞，但是这个机械师真的队友情深意重，两个人交出飞轮啊，那这打的我突然之间有点懵了，飞轮交的很不错。飞轮交的很不错，但是这个局三个人来救一个机械师，我也是真的没想到。就主打一个什么呢？游戏可以输，兄弟必须保，或者姐妹必须保。而且你别说啊，这波你说穷者这边吃了伤害吗？确实吃了伤害，但吃的伤害呢，他们是砍半把机械救下来，然后吃的伤害呢，还真不足以说他们一波就崩了。这边机械师还能扛一轮伤害，队友这边帮忙分摊。再吃一刀，只不过这个机子是真不够啊！一个再临，哎，等会儿再临被狗咬，我打得好啊！这边然后再穿机械师，穿祭司的大洞，看一眼，哎，这大洞消了没有？人在那边啊，人在那边，找到，哎，没过去，完了，不会吧，出事情了吗？这个局三个人来救，我当时以为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搞笑型的救法。你这边说这结实压个进步，好了，现在蹲了92的机子，这边70的机子，这机子能修完不？队友这边三个人全切蓝，能不能切？好像切不了，翻，但是我还能再翻，我还能再坚持。兄弟们信我，我可以撑82的机子了啊！切，哎呦，伤害分摊到了，这一波的话。刚才是差了多少伤害啊？看得我晕晕乎乎的，这能四人开门战？机子真够了。这一刀打下去，你还别说，就倒了一个机械师。你要补个电，密码机点亮。
机械师瓦拉是贴门的，这边直接点门。我有一点懵了。邮差这边倒地，这邮差是个飞轮双弹，但是没时间去管，他得先找到机械师，再回头来找这邮差。机械师的话呢，娃娃贴门这边门已经快点开了，机械师往前冲，他只有一个载灵，一个载灵不够，得一个载灵再加一个移形。这边镜头给到机械师，再补电，补蓝电，再补一刀，机械师倒地挂飞，两边的门都已经开。机械师还操作一波娃娃蹲起来，细节拉满 ，unbelievable， 真的。就当那波我看到三个人来救机械师的时候，我以为他们已经放弃了，没想到，对吧？人家这边是通过操作扛伤害，并且那一波双人交飞轮来躲这个分摊伤害。这局值得反复观看呀，感谢大伙伴们，下期拜拜。